在法律中探索生活，在生活中去理解法律，法律与生活，情理法的梳理。权利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侵害的权益就是侵害了共通的善。今天要来谈一下有关于呢侵权行为的问题。在西方的社会呢，有一个理论叫做天赋人权，大概大家都理解，叫天赋人权。所以我们的人的权利啊，是来自于呢上天所赋予的。那么因此呢，权利是神圣的，是不可侵犯的啊。那么在西方的这个概念跟我们在中国的概念呢不太一样。我们中国古代的概念呢，它比较是从义务的角度去走，比较喜欢从伦理的角度去走啊。那我们常常是说呢，啊，这个啊，在整个中国的这个伦理制度里面呢，它是一个重的制度，它有君臣父子的概念。在西方的权力呢，它是平的制度，它是一个横的制度，它是权力跟义务对等的概念。所以在中西方之间呢，它基本上面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啊，在西方社会认为，国家是应该为了个人的权利而存在的，政府是应该为人民而服务的。可是，在我们中国古代的圣贤里面呢，他认为说人民呢，应该是要为国家而贡献你的心智啊，人应该呢，人民应该为国家而牺牲的啊，那这个是从义务本位的角度去走的。所以呢，在中西方两边的这个概念既然有所不同的话呢，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办呢？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在今天的社会，今天的呢时代，我们已经西化了。既然是西化的，我们所有的一切行为，所有的一切制度都已经西化了，那么因此我们就必须要再去理解权力。在西方的整个发展，从权力的发展出来呢，那权力跟善、跟 good、跟真理啊，这些有什么关联性呢？它是有，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然人，都是一个自由的人 ，we are free men。我们既然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自由的人，所以我们是本于我们的自由、自主、自为的意志去行使我们的行为，而这个是来自于什么？天赋的权利。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权利来行使我想要行使的。但是我的权利的界限到哪里呢？我的权利的界限在我不可以去侵犯他人的权利。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去侵犯他人的权利的时候呢，这个共通的善呢就出现了。可是呢，人跟人之间的交往常常会发生冲突。那在以前呢，在人类的早期的时候，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怎么去处理呢？啊，那怎么可能呢？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人呢跟人之间可能就是用私利救济，啊，就是你打了我一拳，我就打你一拳；你打了我左边，我就打你的右边。好，于是呢，这个所谓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概念出来了。可是当我们人类的社会逐渐逐渐在发展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到说，这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是不能够呢啊这个啊普遍来实施的。所以人类社会呢，慢慢慢慢慢慢的就想办法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啊，让它呢进入到一个理性化，啊，于是呢，西方社会跟我们中国都逐渐的出现了一个法庭的制度。虽然这两个啊，这个社会里面啊，在西方社会跟我们中国社会里面的法庭制度它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基本上面它的目的、它的宗旨是一致的。它的目的宗旨就是为了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纠纷。那这个法庭的制度呢？逐渐的在西方社会透过了习惯法的概念，在英国啊，然后透过习惯法的概念不断的呢透过法庭的判决呢，然后呢啊创造出许多的行为规范。在何种情况之下这种情形算是侵害了别人的权利啊，
是侵害了什么样子的权利啊？这种权利被侵害之后，应该要获得什么样子的救济啊？经过的判决呢，逐渐的累积之后呢，啊，产生了一个规矩啊，那这个我们就称之为习惯法啊。我认为呢，这个是属于归纳法的一个呢运作。那在这个我们中国或者是罗马法系呢，他们是采用演绎法的概念，就是说我直接呢就针对了这个啊行为的这个规范，我先设立一个规范。如果今天你违反了这个规范的话呢，我就应该要给予你什么样子的处罚。好，那我要给你什么样子的处罚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呢，你假设违反了，我就呢有这种的处罚的规定，你就要受这种的非难或者这种的制裁。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的权利在中国的这个规定跟在英美法上的规定就慢慢的各自形成各自的法系，德国、法国他们也形成了他们一种法系。但是呢，到了呢这个十八、十九世纪啊，当我们的这个整个经济制度转换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到这个权利呢越来越多了，因为呢人类的行为啊越来越复杂了，所创造出来的行为的模式也越来越多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这个权利的这个侵害呢就越来越受重视了。好，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中国的民法里面呢就有一个叫做呢侵权行为这一个章节，在英美法里面呢，他直接把这个权利的侵害呢就把它是当作是一个 tort， 它专门的一个法律。今天中国大陆呢，它也是专门有一个侵权行为法。那这个侵权行为法的规定也好，不管是它用单独的法规或者是在法典里面只是其中一个章节，它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的世人啊，每一个人的权利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啊。那为什么不能侵犯人的权利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自由人，每一个人他都是与生俱来所被赋予的一定的基本的权利。那假设今天你侵害了人家的人格权、身份权、财产权，那就是破坏了一个社会的和谐，这个共通的善呢就被侵害了。所以为了要回复到一个呢和谐性，为了要维护这个大家的这个 common good， 这个共通的善啊，因此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对于这个权益的侵害呢啊予以规范啊，予以呢这个约束啊，使得整个社会呢能够进入到一个非常的这个啊平等的一种呢安全的一个有秩序的一个社会。所以我们透过了这个概念呢，让各位了解说，权力的侵害不是仅仅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它涉及到了我们哲学的层次，涉及到了一个整体社会的一种善的概念啊。我们必须要让呢这个社会的共通的善能够呢被发扬光大，然后呢让这种呢权力的侵害呢能够呢把它抑制到最小的范围。看看今天的这个法院的这个诉讼案，不管是民事庭、刑事庭，就有这么多的诉讼案，我们就可以发现到说，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它的纠纷就会越多。那这种纠纷的来源，是因为呢，大家不够尊重彼此的权利，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想要让自己的权利获得更多，然后产生的这种纠纷。所以希望呢，我们每一位观众都能够理解。啊，其实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不要侵犯别人，也不要被别人侵犯。好，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大家好，欢迎来到进修阅览室。我们今天要介绍法律生活的第十七讲次，侵权行为。在节目一开始呢，容我介绍今天参与讨论的贵宾李兆煌李律师。你好，刘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再度跟大家见面。我们这一讲次是要谈所谓的侵权行为。我们天天发生的法律行为大部分
大部分以合法的为多，比如说买卖啊、租赁啊，甚至赠与。但我们这一讲是要谈的，大概就是发生了一些状况，也就是不合法的一个状况，像侵害别人的权利、侵权行为。那到底侵权行为在我们一般生活当中，我们常发生的一个太阳，比如说车祸，这也是一个常见的侵权行为，或一个不小心跟人家殴打了，所谓的伤害。那我想说，在这一集我们就好好来探讨侵权行为相关的法律关系。好，我们呢这个讲次里面，我们会谈到法定人格权里面的这个名誉权的一个侵害，我们也会来谈到了这个财产权上面的一个共同侵权行为的概念。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来介绍今天的讲授重点。我们要来介绍的是认识名誉权的这个侵害，同时第二个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呢这个有关于共同侵权的行为。那一样呢，我用呢几个案例呢来跟各位做分析与探讨。好，首先呢，让我们来看到第一个案例啊。这个某教师协会呢，分别与甲跟乙丙呢订立了共同开发 A 社区的契约，甲等欲片面毁约，经过教协呢诉请法院呢确认双方呢上开的共同开发契约的存在，并获得胜诉判决确定。那甲乙丙呢竟共同呢第一个致函到县政府列称呢教协违法吸金，第二个呢隔了两个月致函到侵权公司呢指称呢教协与陈圈呢涉及到呢共同窃账，第三个事后又去函到教育部及教协的这个杨教授所服务的大学，指责他组织这个大专教协设有恐吓勒索、诈欺、背信、窃账等罪嫌。甲乙丙呢，他所谓的足以毁损到教协及杨教授的名誉等情形，因而呢，依照侵权行为之法律关系呢，请求命甲乙丙等呢，在报头下方刊登道歉启事，并连带给付呢教协跟杨教授新台币150万元及加计法定职业利息的判决。那甲乙丙他们就说呢，他们并没有诽谤的行为，因为教协未依前开共同呢开发契约之约定呢向县政府提出申请，而由侵权公司呢提出申请，且申请开发案的申请人又没有甲跟乙丙，所以导致甲乙丙的权益呢有受不安的状态。那甲乙丙等为了防卫自己的权益呢，所以就发函主管机关及相关人士请求救济。甲乙丙发函的行为并不构成侵权行为，不负赔偿的责任来做抗辩，请问何方有理由？我想说这个题目当中，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解题要处理的，就是所谓的名誉权的一个损害赔偿的这个相关的案例。那当然在我们的侵权行为当中，有财产上跟非财产上的。那非财产上的，通常我们都要想办法把它量化为所谓的金钱上的赔偿。那以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的名誉权的一个赔偿，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今天要谈的这个案例。那在这个案例当中，比较特别要值得大家讨论的就是说，其实这个案子呢是民事的案件，但是它有一个刑事案件，所以它是一个附民的案件，附带民事赔偿的一个案件。那按照我们的在我们的法院当中，有所谓的行政法院、民事法院跟刑事庭的法院，那法院的法官各自都可以对一个事件来做单独的一个判决的认定，也就是很重要的刑事判决的一个认定事实，民事庭的法官原则上不一定当然受到拘束，这大概是我们一般在法界的一个共同的认知。所以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比较重要的就是说，可能在这个可能甲乙丙这些老师们呢，他会觉得说，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他认为防卫自己的一个自己的权益的状况，而去向主管机关提出所谓的有这样子的违法吸金的教协的一个行为，甚至他在做一些所谓的一些主张，所谓的有共同涉嫌窃占这样的一个事实的行为的时候呢，那当然教协他会认为说名誉权等等受到一些损害，而请求所谓第一个是登报道歉，第二个是请求150万加迟延利息。那在原审高院呢，他会认为说，因为在所谓的诽谤案件当中不认为有诽谤，所以就会认为说这个对于民事的一个侵权行为也会认定为没有侵权行为。但这样的见解其实在最高法院当然就是被推翻了，也就是最高法院会认为说，即便刑事案件所谓的诽谤是不构成，因为刑事的案件的要件也许比较严格，但是在这个本件案例当中呢，它是保留说也有可能构成民法的侵权行为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又发回在所谓的发回二审再重审。是，好，所以呢，现在这个案子啊，我们就值得一个探讨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诽谤
它是有很严格的构成要件啊。但是呢，这个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叫做侵害名誉啊？那你最高法院呢？我个人认为，它本身就没有指出来你有没有构成侵害名誉，你只是说，诽谤跟这个侵害名誉不一样。那我是觉得你最高法院要指出法律见解，你没有指出法律见解啊。那我个人认为啊，大法官会议释字啊，656号的释字案，他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他这个里面就说呢，你应该是要依照侵害人格权的轻重，跟你这个强制表意的这个内容啊，我们要审慎的来斟酌啊，来这个做一个适当的决定。所以大法官释字656号里面呢，他只是告诉你说，我对这个部分啊也没有讲得那么清楚，但是你应该要审慎的去研究。所以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说名誉权的侵害到底跟这个所谓的这个诽谤罪是不是一样呢？其实呢，你去看法务部他在解释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对于诽谤罪啊，有所谓的一种叫做平时的诽谤行为，一个叫做选举时候的诽谤行为。那在平时的这个民法上的这个刑法上对于平时的名誉权的侵害里面，它是有所谓的诽谤罪跟侮辱嘛，公然侮辱嘛，那本身就有做一个这个很清楚的一个界定。那本案呢，我是觉得值得研究的，就是我觉得最高法院他已经点出来问题了啊，就是说刑法上的诽谤不一定等同于民法上的名誉权的侵害。但是我觉得很可惜的就是说，他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指导，就是说你对于这个名誉权的侵害怎么样子来认定啊？那我觉得既然他没有讲出来，那是不是我们有656号解释？大法官释字656号，当然就是陈如刚刚刘老师特别提到的，就是名誉权的部分有特别琢磨，特别是针对有没有所谓的侵害所谓的人性尊严、人格尊严这个议题。那除此之外，其实还涉及到656号，有涉及到说登报道歉这个问题，也就是每个人民都有所谓的不表意自由，我不想这么说。那为什么可以透过一个法院的判决要我登报道歉，张登在所谓刊登在某某新闻纸多大的4×6×7×8的这样的一个登报道歉的一个公告启事？那但是在我们的大法官656号，他是说到说，只要是登报道歉的内容并没有违反人性尊严，有涉及到羞辱、自我人格贬义的话，并没有违反宪法23条的比例原则，还是保留可以登报道歉的空间。是啊，所以我就在讲啊，其实我们法律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纯粹的身份行为你是无法强制的。是。那今天你叫我去道歉，我不道歉的话，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纯粹的身份行为？嗯。啊，所以这个656号为什么我刚才会提出来，就是我觉得说在名誉权侵害上面呢，确实啊，就是我们被侵害到名誉的人，我们会觉得很难受。是的，啊，但是你现在叫侵害的人要去登报道歉的时候，他也会很难受，对不对？所以如何去拿捏这个权衡呢？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是。所以这个权利义务的平衡点，其实，在我们很多案例当中，其实今天刚刚在谈这个题目，假设不是以这个案例的事实为基础的话，其实我们在一般的一个民间的案件当中，我们常常看到，也许邻居啊，也许很多公司的员工当中，他们可能有所谓的告刑案，诽谤不成立，但是他们还是有可能告民事的侵权行为成立。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那个，我自己收集的一个判断依据，大概比较重要就是说，如果他是跟相关直接有关联的主管机关或者上司特定人而为做这样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工作上或者业务上而需要的报告的一个说明，那没有另外所谓的不法侵害别人名誉权的这样的一个故意的话，原则上可能就应该会宽认为不构成侵权行为啊，因为他只是对特定人而为必要的一个说明。倘若其实有点逾越了这样的分际的话，还是有可能构成民事侵权行为的。是啊，所以刚才律师也提到这个部分啊，当然我们是说啊，其实在法院的判决里面呢，确实的，现在逐渐的开始越来越重视这一块。那么以后呢，会慢慢的去整理出来一个所谓的它的规则啊。那么以后可能对于名誉权的侵害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有的
最新的判例会出现啊。那接着我们看到第二个案例啊，就是乙啊驾驶自用小客车经过某一个路段，甲骑重机车超越了乙的自行小客车，而且超车的过程中双方发生了争执，那乙因而心生不满呢，就将上前告知骑乘机车的拴载的友人丙跟丁，三个人基于犯意的联络之后追猎这个甲，然后丙呢骑车呢搭载丁的机车疾驶而至，横挡到甲的机车，迫使甲停车。于是乙达到该处的时候呢，基于重伤害的这个犯意呢，手持呢棒球棍呢，就自甲的背后殴打甲的头部，甲随即面向下倒地。那丙丁见状呢，竟基于呢与乙共同的重伤害的犯意呢，分别攻击已受重伤倒地的甲的头部、背部，导致甲的连连撕裂伤，然后右眼下方撕裂伤，右眼更因此而达到视力无观感。属于呢毁败一目之世人的重伤害。那丙丁就主张呢，甲没有亲眼看到丙丁殴打，只是凭呢这个推测难以呢在短时间之内呢丙丁与乙呢已达共同呢使人重伤害的犯意联络，持有刑事判决的认定，所以他不认为他们有共同侵权。那请问一下，丙丁的抗辩有没有理？是，我想说在解这个题目之前，我特别有感触的，就是说现在其实在道路当中开车啊，真的常常发生这类的车祸纠纷是非常多。那以前的车祸纠纷通常大概就是两个车子，不管是机车小客车，但现在的状况是，就我们如同这个案例，除了甲乙两个人之外，还有所谓的丙丁也来所谓的拦路挡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到底他们所谓的这丙丁两个人拦路跟所谓的行为，所谓的施与重伤的那个其实到底是不是有所谓的犯意的联络，有共同侵权行为？我相信这大概是今天在这个题目当中我们要特别来去探讨的。那首先呢，在探讨解题之前，我们来提供这相关的法律的规定，让观众朋友了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民法184条第一项前段，那除此之外就是民法的193条跟195条第一项。那它的规定是，如果是因为故意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的权利的话，原则上就是要负损害赔偿责任。再者的话，如果是因此而不法侵害他人的身体或健康，对于被害者因此丧失或减少劳动能力或增加生活所需要的时候，也应该负所谓的损害赔偿责任。除此之外，如果刚刚上开的不法侵害的一个结果造成别人的身体健康而情节重大者，虽然非所谓的财产上的一个支付，也可以去主张非财产上的一个损害赔偿。那相关的法律规定大概就是如上。但在这个比较重要的是，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也就是一般来讲假设是刑事案件，我们要构成所谓的重伤罪的话，原则上目前来讲只有一个行为人，也就是施与殴打造成别人受重伤的一个结果的话，当然就行为人个人负责，除非构成刑法当中的共犯，就是犯意的联络行为的分担。但是在民事的所谓的民法185条的共同侵权行为当中，它的一个法条的一个规定，就是民事的一个法院的一个见解，原则上民事上的共同侵权行为跟我们刚刚讲到的刑法上刑事上的共同正犯的，就是共同重伤的这样的共同正犯的构成要件并不完全相同，也就是共同侵权行为人并不一定要以所谓的他们有所谓的犯意联络为必要。所以在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其实虽然丙丁是挡路横挡在那里，但是他知道就是后面有人拿着所谓的很重要的棒球棍要去来重伤重击别人的时候，那即便说丙丁两个人没有所谓的共同的对那个所谓的行为人下手，拿这个所谓的球棒的人有犯意的联络的话，在法律当中他也还是有可能构成所谓的共同侵权行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见解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本件案件当中，其实呢虽然重伤行为的刑事案件只有是所谓的乙这个人，但是在民事的侵权行为，因为丙丁并不一定要跟乙啊而为共同的犯意的联络，所以在乙丙丁两个人其实还三个人当中还是可以构成民事的侵权损害赔偿的共同侵权行为人。是，好，刚才呢律师已经把这个案件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给各位了，就是说在刑法上面的共同正犯他必须要有犯意的联络跟行为的分担，但是我们的在民法上面呢不需要有犯意的联络。好，那在这个案子里面呢，我们还是要搞清楚，就是说到底他有没有
一个重伤害的一个犯意的联络啊，我是个人是有对这个案子我是有一些意见的啊。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刑法上面常常谈到的这个行为的连续，他这个犯罪的行为连续，他到底他的犯意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犯意，还是出现了两个犯意？我觉得刑事庭也没把它搞清楚。如果一开始他只是前面的第一个犯意是强制罪，那可是看刑庭里面从来没有谈到强制罪，那就是你丙丁把这个甲呢，把它围堵下来，你使人行无义务之事啊，啊，那你这个丙丁到底是以强制罪的帮助犯，还是强制罪的共同正犯的意念？因为明明是乙打电话叫他们来的，所以显然他们有犯意的联络啊。那假设他的目的是要把他拦堵下来再殴打他，那我觉得这就是整个行为的一致嘛，啊，这个犯意行为不能分成两个阶段来看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他的犯意当然出现联络了啊。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回应刘老师，就是说在我们其他的案件当中，也许抠他出来的时候，也许他们会认为只要出来拦路挡路，所以他也许只有强制罪的犯意。好，那所以我说刚才没有提到嘛，对不对？好，接着呢，这个本案的第二个呢，刑事判决是说，因为他被乙打倒在地上，打倒在地上面朝下，所以呢，这个甲没有办法看到还有谁打他，可是。问题就在这边，证据有没有显示出来？他有用这个安全帽，有用其他打，有，他有显示出来。那在当场上面，除了这个人之外，还有谁呢？但是刑庭说啊，我没有办法证明是丙丁打的。可是你也认定是有用其他的东西在打他。是是。可是你又说我没有办法认定，那请问一下谁打的呢？如果说我们就因为这样子可以交代说。丙丁不是共犯的话，我觉得有点困难了 啊。但是因为被告律师没有什么主张，我也没话讲。可是在这个案子里面呢，民庭也很聪明，民庭又说啊，刑庭的共同正犯的概念呢，跟我民事的这个共同侵权呢是不一样，所以他有没有犯意的联络不重要，但是你怎么证明他有行为的分担呢？对这个地方，其实你没有办法。刚讲说犯意的联络也许不需要，但是行为的分担，也许刚刚我们可以看到法院的一个见解，陈如刘老师所说，他会认为说，因为从那个受伤的一个结果，知道说除了棒球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个伤痕，所以他想说，在场的除了乙之外，其他的两人就是所谓的丙丁，当然很可能就是由他们来造成受伤的结果，但这样的推论臆测。就法律的严谨度还是不够的，对嘛？是不是？所以我就说，其实我认为他这个是一个行为的连续嘛，行为的连续里面，所以用民法上的帮助犯也就可以解决了，是从头到尾就把它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我现在是说，我们在研究一个法律的过程之中，我常常会跟学生们在讲，我比较太重视理性了啊。我们常常是要求是很严谨的去推论一件事物，而不是去。解决一个就是啊，就这样处理掉了啊。那本案呢，确实呢，我觉得这个民事庭呢，聪明的地方非常的聪明，那就是把民事上的共同侵权跟刑事上的共同正犯做了一个区隔啊。那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就到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看啊，我们下次再见。